Leo 聊世界，天天用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今天来看达达人对上意大利人，这场比赛是天梯的法拉地图。好，这场比赛是由肥龙对上路易斯啊，两位顶尖的选手。路易斯的成绩哦，现在已经来到2600分的天梯分数，非常的可怕。他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那最近呢，也有观众推荐我播这个墨西哥天才少女哦，16岁，现在是2450分。哦，分数也是蛮高的，但是由于他近期哦没有太多的这个精彩比赛，所以近期呢可能不会有他的这个影片哦，请大家多多见谅啊。那我们先来回到影片当中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文明的部分啊。那文明的部分是肥龙选择了达达的特色呢是吃这些驯养的动物哦，可以吃的再更久一点。所以达达人的前期呢是很适合肉马开局或是棒棒开局的文明。那达达人呢，他的马攻路线哦是速成马攻最快的文明哦，免费的拇指环跟安息人战术让他不需要点这两个科技就有这个效果。即使不打马攻哦，封建直接打工兵，后期这个城堡转弩兵哦，也可以获得拇指环这个优势哦。所以达达人在游戏的节奏上哦是非常好的一个文明哦。那达达人呢，他的品种哦跟耕种技术也是有的，后期呢也可以打大骆马是全满的，而且甚至呢有骆驼可以用，整体来说转型来说是相当轻松的，而且他还有火枪哦，遇到大量步兵哦或是割位哦也可以用火枪解决。他的步兵路线是最不行的，但是还是有大枪兵哦，打骆驼来说还是 OK 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路易斯这边选择的是意大利人哦。那意大利人的特色呢是他的工兵单位哦是比较厉害一点的，勒纳尔弩手对抗骑兵单位或是马工单位哦都有额外增上效果。那意大利人呢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工兵还有肉马哦，这个大肉马也是三攻三防都有，而且步兵还有剑兵勇士。他有比较特殊的东西是佣兵啊，佣兵的话也可以用哦，不太需要升级就可以拿来用了。那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全能型的文明哦，步兵、工兵、骑兵都能打，而且火枪、火炮也能用，而且还有折扣上的优势。僧侣部分呢，虽然没有异端邪说，但是招降方面哦也是非常全面的，玩起来是相当舒服的文明。所以意大利人我也比较推荐哦，大家去练一下啊，新手的部分，因为意大利人呢是没有任何经济加成的文明哦，在海战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啊，但是以陆战来说。他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，所以意大利人练好的话，其他文明哦自然也会练得比较稳定哦，才不会法兰克玩久了玩到其他文明哦肉比较多的状况已经习惯了啊。那意大利人练起来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哦，跟波斯人是一样的道理的哈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地图，那地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左边一块黄金，右边有一块。那前方有块黄金啊，这两块黄金的位置都还蛮不错的哈，都是非常烂的那种啊。烂到很不错啊，两边都是一样烂，大家都是这么烂，不用分那么细。OK， 好，那飞龙这边的位置看起来还算微妙哦，三个牧区哦，比路易斯这边好一点的感觉。路易斯实质上只有两块牧区哦，那这块牧区其实哦也不太能挖，但是还好不是正面哦，还算是勉强可以，只要对方工兵不来这边骚扰啊，是 OK 的，至少它的厚度是够的哈。好，那这边是砍掉了一头羊。哇，路易斯这边手速飙起来了，搞了一点事情。这个攻击力，肥龙好像慢了一刀，会输，回头打也是输喽。啊，肥龙被搞定了。好，那现在路易斯有落马上的优势，一直在绕城镇中心。好，肥龙这一把。是选择了肉马开啊，肉马开还是最轻松的啊。那接下来路易斯也是选择肉马开局，这边稍微小围一下就可以。好，肉马溜进来了，这一波肉马进来，稍微绕一下，看一下上面能不能打到东西。这一波肉马可以直接走进去哦，这里没有房子，吐了。好，直接围资源点。这个会被打破吗？哎呦，赶快敲起来！这是村民。哎呦，戳到马了！路易斯这一波小亏啊。好，枪兵互戳，这边高打低吗？好，枪兵不要理，赶快扁一下。好，枪兵再继续戳。啊，你戳我戳你。啊，看起来意大利人路易斯这边是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那英文应该叫 Louis 啊，
日文叫路易斯啊，不管怎么念啊，都发音还是有点微妙啊。好，那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哎呦，这个村民还以为是打残血的，还是其实这就是残血啊，十八点啊。好，那肥龙现在继续再出肉马啊，囤肉马囤到两个在这里啊，三只在这里啊。三只想要直接吃掉枪兵 ，OK， 残血的活下来。好，这边去打抓一村，哇，手杀是有肥肉拿下，而且已经抓两村了。看来路易斯虽然前期有修到点东西，但是经济来说还是输给了经验老道的肥龙啊。肥龙这边打得很好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，赶快围一下。枪兵有在做一些细节上的操作哈。好，这里补了一根箭塔，防守主金。意大利人的工兵已经来了，看一下这一波。毛兵过来，结果第一时间射死了一只村民。肥龙这边直接拉叉，倒了两只，尴尬了。这一波肥龙落马器虽然是够的，但是在野外，这边过来直接硬砍，问题不大。先把这个枪兵搞定就没问题了。直接上也没问题了，这个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。先把枪兵解决啊，枪兵在哪？啊，枪兵在后面，先搞定他。OK， 搞定枪兵，落马倒光，工兵也死去。这一波意大利人炸裂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落马数量真的太多了。好，整出毛兵就是往前推进。肥龙现在黄金不太够，赶快稳定一下这块主金。好，那现在落马部分是来到了七个啊，七个落马。这边落马先打了木墙啊，这里肥龙有点血量残掉了，要小心被射到，尽可能的保留住落马的血量才行啊。待会这些落马血量补起来还可以再继续打架的啊，所以这边落马尽可能保留到城堡时代，让意大利人这边稍微有点难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再过来毛兵过来打一下。好，补了一个士级在后面的位置。好，这里在补房子，城堡塞上去。意大利人要出门了吗？出门二级射奴兵 ，OK。那家里不守，用出来的工兵去守就好了啊。是肥龙这边应该是转马弓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走到了面前，马弓。准备出来，马弓暂时打不到，打不赢奴兵。奴兵现在有数量上的优势。好，走过来点掉了一村。路易斯这波没有管箭塔，直接走进来射。我就不管，就是要扛着箭矢伤害。哇，转了一村。好，两只工兵倒下，但是还有六只工兵。好，骑士来了。落马终于打破，冲进来砍一波。肥龙也不演了，我知道你的工兵在我家，那我这一波就是要来跟你一波砍到底。但是这边有些落马好像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怎么在砍房子呢？好，这一波落马打到了一些村民，赚到了一些。好，村民往后拉，不让工兵点掉。好，这个牧区真的是也很难受，哇，又被控住了。好，马弓数量慢慢成型，来到了五只。现在肥龙要赶快点工兵铠甲啊！好，点了点了，因为没有工兵铠甲，真的是很难坦得住这些奴兵的伤害啊。好，那意大利人这边是选择了双 TC 开农啊，那这里没有石头的关系，只能开三 TC。肥龙这边没有马上补 TC， 也是因为把石头卖掉的关系啊，现在没有石头。好，但是待会再把石头买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再把村民拉开。好，这边细节一直有做好啊。好，马弓在右面右边去追骑士。意大利人点下了弹道学，哇，这个弹道学很早，25分钟就点了。但是这一坨工兵最好是别送掉啊！哇，这一波又要送了。
送了一些工兵。好，应该是走不掉了。骑士要放弃了吗？骑士没有打算放弃。你要上，我也跟着上。好，但是没有工兵可以走了，保护到队友们到最后一刻。但意大利人没有跟踪技术，被追着打。但还好，打打现在还没有弹道血啊，射的有够歪。好，肥龙现在继续点出经济科技。好，这个手推车都来了，哇，弹道血舒服两下，再来一个，哇，走掉，四下五下。弹道学好猛，这就是路易斯啊，新秀选手啊，很有望哦，可以看到这一次他在大赛里面哦脱颖而出哦哈、啊，他的打法真是很稳定哦，非常的稳健型的玩家。好，这里过来，哦，抓了一村、两村、三村，没有弹道学射得够快 ，OK。好，左边补了一个 TC。现在正面意大利人有11支工兵啊，11支工兵，哦，点掉了2支马弓。好，这里要搜一下哦，搜一下。OK， 射射射，继续射。OK， 搞定。好，这里点掉了1支马弓。现在左边这个城镇中心也搞定了。现在3TC继续农，好，现在路易斯 TC 领先。好，这些工兵真是让肥龙有点难受，果断转了一些战矛，哦，不想要跟马弓他换，有弹道学实在是太麻烦哦，所以这边待会也要补个大学。大学有补了吗？还没有补。哇，现在达达人要打赢这一坨工兵不太好打，而且数量来到了18支了，现在是1支马弓。好，射一下就11支马弓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路易斯这边真的很稳健哦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在开始在插这个哨站了，稳住一下这边入侵的路线，把这个视野给巩固起来啊，然后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人从左边溜进来，这边就可以提前预判。但这边其实也有哨站，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拉走，但是还是没死村啊，差一点啊。啊，还好还好啊，这个反应力还是很快哈。好，左边遇到一只狼啊，没事啊。好，终于点下了弹道学，有弹道学终于可以打一下了。好，这边追一下，没意外的话，肥龙现在是要继续弄一下，地上的 TC 要赶快再补一下了啊。这个再不补 TC 的话，经济会越来越落后。虽然肥龙暂时分数是领先，但是经济上要开始慢慢落后于对手了。那待会 TC 可以开的位置是这里跟这里，都是可以考虑的位置啊，或者是补在主金的位置啊，都是可以考虑的啊。好，这里战矛兵把对方逼退出去，但意大利人有4支骑士。好，我来了，哎、欸，这很舒服。马弓这边控了一下 TC。好，但是热那弩手出来了，弹道学城堡很舒服，收村直接一发，4支马弓直接倒光。好，这些骑士也在追，肥龙这边是两边都有炸裂的情况。好，上方的5支马弓有点危险。好，但是还是抓掉了几村。OK， 搞定。好，前面补了一个 TC。哇，这个 TC 补的稍微有点慢了一点，但最后骑士全部倒地了。但是肥龙这边经济也是被抓到了一些，两边都是有来有往啊，这就是顶阶天梯最好看的地方啊，这不会是单方面挨打而已。好，工程器这边补下了高地，待会投石车也要准备出来了。那现在肥龙村民数是69村对上68村的路易斯。好，现在四个 TC 已经盖好了。好，现在18支的工兵，那后面就是 TC， 哇，还要把这个围死，打这么稳的吗？路易斯啊，路易斯现在是
非常稳健型的选手，有点比当年 Viper 还要更稳啊，更稳的那种感觉啊。他的稳是跟 Viper 不一样的啊 ，Viper 的稳是反应上的稳啊，啊，路易斯是真的是铜墙铁壁的稳啊，啊，没有再跟你围不围加的，每一个都是围好围满，而且围的蛮漂亮的，啊，可以看到这边防守都是做的很好哈。啊好，这边弹道学又抓了好多村，这边抖动，抖掉了一些箭矢啊，又死了三村。这波工兵过来很麻烦，战矛兵赶快去追，看要不要直接走到左边这里做一个拦截。但是也要小心骑士。好，现在飞龙点下地勇时代，防御箭塔也点了。居然是用箭塔防守，哇！这个达达人的建筑，这个箭塔很特别，看起来很有那种中东感啊。其实世纪帝国的建筑也是蛮漂亮的。好，这边中间拦截，但是没有看到。路易斯也知道你想拦截我，那我就不走回去啊。好，马弓扫亮，控一下图。好，中间这个箭塔，哦，效果不错，哇！还直接换掉了投石车，再来了。好，这边走过来，并没有看到这坨工兵的去向，肥龙应该觉得很困惑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一坨工兵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就在这里呀、啊！哇，这些工兵非常的爽，哈哈，没事。好，肥龙现在点下了地勇时代之后，很有可能会转一下打法，战矛兵配一下其他的东西。那现在有什么可以打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、喔。等下打骑兵路线的话，可能只能转这个大肉马啊，不然就是打这个雀靴啊，打打的雀靴。雀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黄金兵骑士，而且血量很多哈、啊，以他的造价来说，血量算是很多的黄金兵了哈、啊。好，那这边点上去之后，点下了三级的，哎，三级射线点吧，哎，对，三级射线来。好，看到工兵在这边，这坨奴兵又出发了，好烦啊，这坨工兵啊，没有抓掉，让飞龙来说有点尴尬啊。好，战矛兵直接吃到了这一坨头车的伤害。路易斯利用时代还有一段时间，两边都是走了一个非常非常浓的路线。这坨工兵又再次回来大爆射一波，哇，又被抓了几村，飞龙很难受。好，这一坨热那亚弩手也被战王兵克制回去。现在意大利人可能不会再继续出热那亚弩手了，应该会开始要思考要不要转一下其他东西。那如果没有热那亚弩手之后，肥龙这边就可以考虑回归马弓路线，或是走出这个草原骑兵啊路线，或是大罗马都是可以考虑的。好，那现在升级工兵铠甲，攻三级射化学绝对不是问题，反正战矛兵也吃得到啊。好，这边战矛兵打奴兵效果很好，本来想要捡生物，但是被路易斯给控了下来，这个僧侣可能两只都要倒地，完蛋了，路易斯这波没有打完，回去补了一发 ，OK， 拿下这个生物，拿了就跑啊。好，路易斯这边也点下的话，血跟三级色。右边有一些瞧蠢蠢欲动的村民，这边是要来盖堡吗？好，这个村民直接被点掉，六只战矛点光 ，nice。好，这根城堡要小心哦，会不会盖好呢？要拉更多村民来盖。OK， 哦，肥龙已经准备好巨型投石机了。达达人这个文明的巨型投石机有铁人五工程术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它的巨型投石机的射程是世纪帝国里面射程最远的文明啊。来了。好，这根城堡赶快拿下。这里意大利人火炮还没有出来，我再等一下。现在所有的兵力集结在这里位置，达达人继续走了战矛兵的路线，按了一只雀靴。好，意大利人战矛兵
有机会拿下，哇，火炮被点掉了。好，这根城堡顺利守住，意大利的城堡已经被打爆。现在左边补了一个新的城堡，现在战火纷飞，战矛兵一直在丢村民，最后是成功拿下了一台巨型投石机。好，飞龙见状看到这个情况，赶快转落马，哎，转落马就对了，走清查路线很吃黄金，先走落马比较好哈。好，现在你没有热那弩手了，落马就可以开始展现出来了。给大一忍者是这边热那弩手还是得继续出哦，反正也是要转一下战矛兵或者是火炮路线。现在达达人的优势哦非常巨大、哦，因为他有高打地的优势，村民数现在也是领先的。所以现在路易斯要打赢，最好是在普个城镇中心，还是要继续农下会比较好。OK OK， 这个火炮要小心，哦，差点打到。好，巨头收掉，往后拉。战矛兵要拿掉一台火炮喽，可以吗？啊，被收回来了，可惜了，没让这个战矛兵极限打到残血哈。好，飞龙点下了。工程工程师，接下来肥龙的目标就是要点下金冠了，金冠点下之后才可以继续努力进攻了哈。那还有这个大肉马要赶快提升上去。那路易斯这边呢也是想要走马的路线，两边都有大肉马，而且都是三攻三防啊。那达拉人有个科技比较特别，是这个狮护甲，可以让这个马弓跟草原骑兵的远防稍微再多高一些些啊。所以狮护甲呢，在这个局面上来说也是有点的必要。哎呦，但是这边是走了七雀靴，我刚是讲清查是不是？哦，刚口误，哦，讲成库曼的清查。啊，走了雀靴这个单位，啊、走雀靴路线好像不错。啊，连撞下，撞下一只火炮没问题，第二只火炮也拿了。OK， 雀靴出来之后很有影响力。好，可以看到雀血的血量来到160滴血，好，跟游侠来说只少了20滴，但是黄金造价一只可能不到40块黄金，这是因为呢它的造价每打一下啊就会加一块黄金，所以雀血来说是便宜又大碗的啊骑兵单位啊。重点是它的远防跟游侠一样都是3加4啊，非常的惨。好，点下了狮护甲。好，现在雀雀出来之后，路易斯有点难受，这么坦的骑兵怎么搞呢？好，投石车想要拍巨头吗？拍右边这里，但是来不及拍，就已经倒地。现在大肉马也提升上去，肥龙不只走雀雀，也要走大肉马。好，这边有一波骚扰，但是家里的肉马已经开始在处理。这边雀雀有点走过头，没有保护到自己的村民。现在三台巨型投石机还在硬干。但是路易斯现在有高地优势，没有高打地优势的达达人稍微有点劣势了。好，路易斯肉马赶快喷出过来，但是资源上现在落后太多，已经落后了12000的资源量。好，路易斯打得非常稳健，但是进攻方面火力好像不太够哦。现在城堡一栋一栋都倒了，就意味着热那弩手数量也会越来越变少。哎呦，这个找到肉马啊！好，巨型投石机现在还没有点下田木的工程术。好，但路易斯这时候打出了 GG， 我们恭喜路易斯，恭喜肥龙拿下比赛的胜利。哇，路易斯这个稳健型打法确实很稳啊，但这边最后还是挖穿啊。挖穿之后，其实花了那么多心力去围家，经济有点差。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TC 哦没有补的够多，虽然想稳住正面的局势，但是肥龙这个转兵确实一旦出现之后，热那弩手没有第一时间成型了，那就很难去阻止这些确实的继续入侵了。那甚至这边也转出了大洛马僧侣要继续抵抗确实的效果，也会被压抑住的问题哈。那我觉得肥龙这边打得很好的地方就是战矛兵一直有在出哈，战矛兵一直出，热那弩手就很难成型。那这个节奏就会被飞龙给带走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那经济的部分呢，最后是由飞龙拿下资源上的胜利啊。黄金大约输了700左右，但还行。虽然路易斯有四胜五，但是输掉了比赛。那就很可惜的是，路易斯这边城堡
他插的位置算前面是必要的，但是一直没有稳定起来热那弩手的数量。如果再让他稳定成型，再转出肉马的话，那路易斯未必会输给肥龙。但是这些都是后话，毕竟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经济已经输了一大截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